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了一座废弃的俄罗斯小城，据说这里藏着3只恐怖的巴嘎，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碰见这些怪物呢？好，咱们一块来探索看看吧。好的，哦哦哦哦哦，我操！喂，啊！哎，走位！哎，我走位！哎，我走位！ 哦，他们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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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来了，给他绕圈，给他绕圈，给他绕圈。啊！好嘞，我们来到了。哎，哎，脑子开。你是一个破旧的。哎呦我操！ 哎，死门！我操！啊！好嘞！哎呦我操！哎哎哎！啊！啊！让我走，让我走，让我走！走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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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位！ 找到了一个小旅馆，厕所。哎！好嘞，这次我们把门都堵上，看看他们八嘎的闹事。好的。 这次是特狗，特哎，我操！啊啊！好的，这次我们找到一个楼梯子，哎，我们上去，我们赶快上去。好嘞，这次我还不信他们能上来。哦，什么声音？哦 ，fuck！ 他们应该是……哎呀，哦啊！哎，他们没上来。 他们上不来，他们上不来，上不来就。啊！我能受这种气，我要代表柴腻子人民把这仨八嘎都给他消失了，拜拜。 拜拜了你！啊！还有最后一个八嘎，我去找到他，给他干掉。来呀、啊！我要代表柴腻子人民给你消灭了。好嘞，来了。哎哎哎哎！好吧，看来特朗八嘎还是比较难对付的。这次我们要好好看见他在那儿了。好嘞，这次。 一次给你干掉啊！